原来再强大的人在爱情里也有柔情的一面呐。超姐一直以来就是干练的女强人形象，但这样的她一样也会为了喜欢的人努力准备惊喜。超姐第一次做饭吧，她一直是帮忙做这饭给老黄。今天是给 Hanson 接风给 Hanson 接风、真的是。尽管超姐做足了准备，可平生第一次下厨的她还是遇上了点小意外。冒火星子了都，赶紧拿锅盖盖呀、这个越烧越冷，能用水吗？有不可以？我不知道啊。盖子呢？你看。哦，对，盖子这个。哦 ，OK。厉害！妈，一个成年人都能做到的事儿，我们得鼓掌。天哪，超姐再也没必要这么实诚，要不以后还是让小黄下厨吧。可要强的超姐不肯放弃，依旧想要亲手为她做一顿大餐。我再尝试一次。别了吧，别了，超姐，别了，别了。你应该让 Hanson 知道，你为了他都经历了生命的危险。确实。我准备好。我有点信心。糖醋排骨吗？那又开始冒烟了，太吓人了。所以成功了是吗？OK， 还是挺自信的。超姐这么不擅长厨艺的人，却能为爱洗手做羹汤，果然爱情真的有魔力吧。接下来超姐也是用尽全力去准备每一道菜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对小黄的在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们现在就剩 Hanson 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要不要等这个人啊？就先等 Hanson 好了， Hanson 齐了大家就吃。九点半还不吃吧？他肯定感动。于超为他，赶紧回来吧。Hello， 打招呼了。哎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在外奔波了一天，回家后有人为你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，这种幸福有谁能够抵挡呢？小航也是感动的语无伦次，被大家集体调侃。你也穿了绿色的呀？我没看见，这都能搭上话。你也穿了衣服呀？我没看见。他们都在帮腔了，都在开始助攻，还做 sushi 呢，这么厉害的都。咱这水还是不够了，就是等你等的，都是你的错。对，大家都在等你。吃饭时，两人身上像装了磁铁，不自觉就越挨越近。晚饭后，大家聚在一起玩游戏，超级的大冒险内容就被两人的关系添了一把火。他的大冒险是和一名异性十指相扣，对视十秒。哇！小黄朗诵这么好，估计他觉得是一个，要不然给法官一个福利吧？助攻，对啊，都可以。好吧，法官来。我把手弄热一点啊！我会笑一下，一定要看眼睛啊！好，开始了。他们终于有一点进展。小黄的小眼神摄人心魄啊！让我们恭喜这对新人。值了值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哎呦，小黄，你这也太得意忘形了吧！超姐完全就是代替丢脸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当他们待在一起时，就算说的全是废话，超姐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就是会提前都弄好的那种。那你以前跟前女友在一块，肯定很幸福吧？什么都不用。对，反正就是，基本上就是是个傻子也可以。我就是个傻子。那你比如说走到哪个地方，你会跟他讲这个？对，我会提前会做好一点准备。瞧吧，我们超姐开心的。在之后的约会里，超姐也是充分展现了她的体贴与包容。还挺冷的这地儿。我给你带了暖宝宝，其实。要不你用吧，你有几个？我有足够的，我给你贴一点。是吧？我天啊，随身带。感觉这东西应该我带才对啊。没事，就是给你准备，因为我这衣服足够厚，贴这儿吧。哦。并且超级的好心态也在两人的约会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好像不对啊，这好像不对。没事，我慢慢逛了过去。好。这不是。别动。给你拍个照。你能来点不一样的吗？藐视全世界。你后面是一个垃圾桶。藐视垃圾桶吧。所以说只要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就算绕路也是浪漫的小惊喜呀。